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牙医诊所院长周哲嘉医师。植牙是否是一个最佳选择呢？那其实每天的门诊中，常常会遇到有缺牙需要重建的患者来咨询。那讲完了一些方案之后，他们往往会问说：“这个植牙对我来讲是否是最好的呢？”那基本上在我的认知里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最好或最坏。我觉得就只有一个是否适合。因为每个治疗计划可能要根据病患本身的生理条件，还有心理条件，以及他的需求，还有他的期望，去做一个全面性的综合评估。那坦白说，如果是我个人面临缺牙的问题，那基本上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用植牙来做重建的方式。谢谢大家。